声。再次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本次 Cellissimo 非常大提琴音乐会，您们的支持与鼓励正是我们不断追逐卓越的动力源泉。每一首乐曲，每一个音符，都听出了表演者们对音乐的热爱和无限的激情。回首过去的日子，他们不懈努力，孜孜以求，只为了展现出最动人的旋律。这场音乐会的成功也离不开指导老师的悉心教诲和无私奉献。音乐是心灵的语言，是情感的纽带。通过音乐，我们能够表达内心最深处的情感，传递最真挚的感动。希望通过这场音乐会，也能为您们带来心灵的愉悦和美好的回忆。也请大家别忘了填写意见表，您们宝贵的建议将帮助我们在未来为您们带来更完美的演出。最后，我由衷的代表每一位表演者感谢大家的莅临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一定会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美妙的音乐，期待下一次的相遇。就让我们宣布，Cellissimo 12正式结束，我们来年再会。